你先去洗个澡吧。你是不是傻？过马路不看车，撞到你怎么办？老板，把奖品给他吧。快点把我的奖品给我，快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。哎。哥哥真棒，谢谢哥哥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许胖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刚才……哎，你们认识？这个就是你一直想见那美女。是我。干啥呀？你把微笑给人家就完了呗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雪芳！哎，林氏，你这只狗，你睡上倒霉去！林先生，你给我下来！啊，林氏，不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说这医药费该怎么算呀？你怎么也不喊疼啊？这算什么？是比我们家防腐剂强。林医师，你不用感谢我，医者仁心。这儿怎么也破了？哪儿呢？你。我下手有这么重吗？你以为呢？对不起，误伤。这要是真感染了，可怎么办呀？毕竟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芝芝，你这么紧张。是不是知道自己蠢，怕失去我这朋友活不下去、啊？屁！我是怕自己的债主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连饭都没得吃。对不起、啊。你，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痴痴。你干嘛？演戏女神套啊！不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啊。要不你还是凶我吧，你这样我不习惯。这事毕竟是你先挑起来的。秀珍，瞧瞧你看，成，射箭队在招助理，你来应聘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工资来弥补你今日的精神损失。在你手底下工作，还能有好果子吃？我不去。你不来试试喽？
哎，我只有这个，有这个就不错了，别废话了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它挺轻的呀，疼疼就对了。我觉得你推荐我来射箭队真的还挺对的，这样呢我就能看到你这么怂的一面了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发小许放，这个是我们一学期的师哥叶少文。我知道你之前操场上不给他微信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，挺酷的。教练那边还有事儿，走吧。什么事儿？师哥再见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回头再见。回头见。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好啊，你欠我100000个道歉，让我来听听，先是哪个？高中的事。那这好像有点久远。就是我们一起去找放放的那天晚上。那天晚上下着雨，我跟你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其实后来我想，我当时并不能设身处地的理解你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你摆脱痛苦，可是这种方式又不适合你，还伤了你的心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提他干嘛呀？芝芝，对不起。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，要知道我第二天就去找你了，只是你不在家。我也去找你了，你搬去外公家，我在外公家楼下，只是当时没好意思叫你。那咱俩就算扯平了。芝芝，我洗，这车新买的不用洗。哎，拿过来给我骑一下。你不要就算了。我要。是不是懂了？假装无动于衷。走，带你兜一圈。替你收拾难过，又怕有些话捅破。哇！这个车也太棒了吧，还可以变速。注意安全。梦的情节，紧张到哭红双眼。等一下，你就不能不去宠物店吗？我答应叶师哥了。想去也行，答应我再说。你就不能下次再玩？你觉得我是在玩吗？过来，来吧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小时候放放陪我玩游戏，狗都这样着我。你，你什么你呀？你别忘了，是你输了。输了，输了，我要去宠物店。让开，你让开。你今天去宠物店了吗？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我现在去趟防疫站，回头再跟你说。防疫站？如果还有下次，谁的狗，我找谁算账。我送你回学校吧。我想回宠物店。不行。你不是在集训吗？我问你，你在哪儿？行，你不说是吧？你应该不想让我把全荣城 KTV 都找一遍吧？
你应该知道找到你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吧？春阳路上。啊，你在那儿等我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听到没有？林金石，林金石。我就是全世界的大傻子，是不是没有人要我了？大家都不喜欢我，是不是我很多余？谁说你多余了？你不还有我吗？对。我还有范范，我的狗喜欢我。看不见了。乖，范范喜欢我。我们回学校吧。啊？啊？回学校？我不回去。那你想去哪里？没有地方可去。芝芝。嗯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在轻轨上，马上就到酒店了，好不好？酒店，许放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把我姐带酒店去干嘛？许放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不给她送回学校？我想告诉你在哪儿。再坚持坚持，马上，好不好？不，那你先睡会儿，好不好？睡会儿，睡会儿，睡会儿。许放，你跟我说话，许放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。能喝，能，能喝。你怎么坐地上啊？你没事吧？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嘛？什么叫我带你来这种地方？是你喝多之后自己非要来的。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慢点，慢点，来。嗯。来，怎么样？好一点没有？嗯。我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起来，起来，来来来，一二三。那蜂蜜水不烫。甜的吧？慢点。哎，好了。嗯。范范，你今天有点好看。嗯，又臭。明明是你臭。是你把我熏臭的，我也去洗澡。哎，洗漱用品。嗯。小心点，地上滑。
哎，林石，你没事吧？你，那个，我就住对门，你有事儿的话叫我。那我走了啊。你说谁窝里横？好了，我们去换奶茶吧。走。走吧。我哪驮得动你啊？我这么苗条，大师哥劲儿这么大，快走吧。走这儿。歪了，这边。对。哇。哎呀，大师哥你快点。哎呀，你行不行啊？正规了。行不行，大师哥？我尽力了。快点啊，大师哥。行不行啊？走上正轨了。是走上正轨了。哎，控制方向。对。别翻。哎，捡住了。哎，你别晃。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摔哪儿了？肩膀。你快看看还能动吗？不，动。那走吧，我们去交医室。我们还是去医院吧。走，去医院。真搞不懂，你这么凶，怎么还会有朋友？跟你一样啊，用伙食费换的。我跟你交朋友，那是因为我伟大，勇于牺牲自己，不忍心看你残害别人。我怎么残害别人了？你靠那么近干嘛？哎，林夕池，你到底在紧张什么？他可是死犯。在这儿干嘛？慌乱又如何隐藏？若距离是句点，今天估计从前。心有意无意，芝芝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林夕池，你到底做的都是些什么梦啊？都在想什么呀？该不会是喜欢上许放了吧？喜欢许放？啊，都谁吗？许放，你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了。可是，他喜欢我吗？
不能生气，指着我喜欢的人绝对不能生气。温柔，又温柔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惨了，怎么擦不掉了？等一下他醒来会打死我吧。再说屏幕就碎了。林夕池，你认错人了。你把帽子拉到肚脐眼我都认识。哎，爸爸生日快乐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说生日快乐吗？我没记错啊。你看我现在快乐吗？你还笑？我今天过生日，还笑？你报仇了吗？不是。啊！忍不了了！疼疼疼疼疼！你拉我帽子干嘛呀？别说话，那是宿舍。为什么都看不见？哎呀！你快！媳妇，这谁呀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有事没事吗？啊，那个我洗发水用完了，借你用一下呗。哎呀，不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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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不借。我查了一下，网上说风油精能擦掉，你有风油精吗？我帮你擦。今年19岁了，要学会懂事儿，学会克制自己的脾气，不要对可爱善良的人发火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弄好了，你去洗一下。先许个愿吧。希望林夕池今年能老实一点。
你就不能许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愿望？生日礼物。又骂武志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是我弄了一晚上的，这个是我亲手绣的。我希望他能替我守护你，不论是比赛还是训练，都不受伤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猜不到你的想法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但是我觉得这次我猜对了，林夕池。啊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你还是先许个愿望吧。那我的愿望就是，你还是把刚才的话全忘了。你干嘛戳我蜡烛？因为你刚才许的愿，我好像办不到。好像有一点点紧张。那我换一个愿望吧。什么？你刚才吹灭了我的蜡烛，现在得还我一个女朋友，好吗？我喜欢你。这个愿望我好像能帮你完成。哎，许旺，你忙了。哎我手表呢？我走开，走开。哎，手表没。哎，同志，你快点，领导马上就进来。林夕池怎么来了？他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那个，走了。嗨，林夕池，许放都暗恋你几百年了，徐芳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喜欢我几百年了，你是穿越来找我的？你少臭美了！你怎么还是这么凶？我今天送你这么好的礼物，值了。你换了一个我这样的男朋友。你看啊，你脾气这么差，还能找到我这么好的女朋友，我觉得自己很伟大，你应该感动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绝对不会欺负你。毕竟啊，都是我管的。快上！到了。那你上去吧。那我走了。那拜拜。拜。
起今夜光，才会懂珍惜什么才最重要。放。干嘛？错过错过举报。干嘛？许芳，干嘛？就是觉得特别不真实，忽然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够真实了，这样就更不真实了。这次回去要不要给你爸妈带点什么？你哪次回去都没带过东西，干嘛这次回去带东西啊？这次不一样啊，以前都是去你家串门，又吃又拿的，现在我还是又吃又喝的。但是啊，你抢走了他们的宝贝儿子了。我抢。好，还有一段路程，我们睡一会儿吧。你客气啥？哎，你走啊。看电视啊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哎，吃水果。吃，别装。有一种从小就是我家的狗的感觉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是不是？今天先饶了你。明天要不要跟我去个地方？去哪儿？还行，我把肩膀借你，再睡会儿吧。不用，我不困。我来喊三二一，一、二、三。我要你坚持下去，坚持射箭，坚持做队长，坚持做队里的表率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
这样就舒服了吧？许放，如果没有人要我了，我真的能到你那里去吗？你那天在小饭馆里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怎么残害别人了？当然了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无家可归，就到我这儿来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你要干嘛？过来一点儿。你看。这个糖这么甜，就一颗了。我本来是想留给你的。是吗？嗯。别说话，让我听听。对不起，你这回生病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吗？如果生病了就要打针，你疼的话可以喊出来，不用坚强，疼过了就好了。你去国外吧，治好黄心病，我会好好的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五秒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茄子！好了。那以后我们两个谁都不许再对对方说这种话，好不好？嗯，谁再说谁就是小狗。嗯，你好高啊！
这样才平等。哎，静哥。嗯。走吧，我背你。那我背包。用。哇，你真聪明，跟我在一起后变聪明了啊。不知道谁跟谁变聪明了。是温暖的烛火，是心跳和脉搏，是烟花和飞雪灿烂着。我现在就要找两个绑匪把你绑回家。傻瓜，乖乖的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照顾好自己，再找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早日实现自给自足。每次我遇到难过的事儿、不开心的事儿，你都会陪在我身边。我觉得我遇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你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全世界最好的自己，才能不辜负你。走吧，飞机要晚点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。什么？不许喜欢上别的男生。嗯，这你还用想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哎哎，下着雨呢，我来吧。输了，是雨中拥抱过，是你哭了让我心疼过，是你说的全部消失，我每天都记得。你该不会把密码忘了吧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。走吧你，反正一共就四个数字，排列组合一共一万多种，我自己试。哎哎，来来来。你先去洗个澡吧。我刚到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。浑身上下一股臭汗味儿，快去洗。哪有汗臭味？嗯，有，我闻见了。快快快！你别吓着放放。睡觉啊！怎么在床上睡啊？哎呀，赶紧睡吧，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
那样的话，你们医院的医生怎么知道我这个男朋友不是虚拟的？放了，你是不是偷看我小本儿？走走走走走，说你是不是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停。那个心愿本来就是我让你写给我的，我怎么就不能看啊？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每天一条一条的帮你实现。坐飞机了。是不是可以？干嘛呢？我是说，你可以把鞋脱了，把脚放上去，没有人吗？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做的饭真好吃，我以后再也不吃外面的东西了。那明天你做饭，我先买菜好不好？我明天要去北京。我今天啊，勉强拿到决赛资格，但成绩还是不理想。如果再不好好训练的话，恐怕，如果你进了国家队啊，那你就要备战下一届世界锦标赛了。你可真会吓人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你将来还是这么厉害，那我怀孕的时候你在国家队，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国家队，我坐月子的时候啊你还在国家队。这可不行，我怀孕的时候你必须在我身边照顾我，就像伺候你爸爸那样伺候你。悲伤是谁帮你收藏，走过匆匆兵荒马乱年少。林夕石，你收了我吗？当时心跳交出我的手放在你心上，不同的是远方，那些年里两个人曾错过的美好，终于变成此刻的幸福，对我们回报。慢点慢点，哎，芳芳去那边。芳芳，芳芳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饿了？杀青了也不许不爱我。放心吧，杀青了我也爱你。